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骑手》。哎，不对啊！哎，不对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。哎，欢迎各位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啊！我是胡服骑手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阿帕奇所推出的红色角斗士，它使用了变形金刚领袖之杖啊，这个系列里头 First Edition 版本的 Clip Jumper 的模具呢，下去做一些优化而出现这个产品。那它本身还多附带了几个小型的人偶啊，这个是叫马奇还是米奇，我忘了啊。然后男主角杰克，还有他的这个小伙伴跟大黄蜂在一起的。那面雕来讲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款做的最好，我连名字都有点忘记叫什么来着啊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女角的话，因为女孩子的话我们会要求颜值，结果我发现她跟杰克其实看起来长得好像差不多。Anyway，这个算是一个反正多附赠的东西啊，我想有是比没有好了啊。那它有几个这个能量晶，这个应该是让他们握在手上，是给 Megatron 来拿的。那我们来重点来是看它的这个Muscle Car 这一台红色角斗士，滚动性的话呢算得上是中上啊，中上非常的可以。那它本身的话呢，在官方的基础模具上呢做了哪些优化，直接我们用官方的模具放在一起做对比，第一个植入我们眼中的就是它的消光的一个感觉啊，相当于这个红色就是像是塑胶桶哈，塑胶水桶一样的这个塑胶色。那再来就挡风玻璃了啊，从水蓝色呢变成了黑色。那么细节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正前方车头灯的部分呢，这一次的版本变成了透明色，而原本官方的版本呢是水蓝色。然后，同样这个脚的部分呢，官方的这个呢是有点软胶，然后整个是灰色。这一次的版本呢，则是变成了有金属跟红色两个不同的一个分色。这里有一点小溢漆啊。那么再来，我们看到底盘，底盘的话呢，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侧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了啊，它的原本的模具，这个排气管是算香槟银，包括它的这个轮框都是属于叫香槟银吧。然后这一次的版本呢，这里则变成了一个电镀的一个排气管，这个倒是感觉加分了不少。而且它侧边的这个密合度啊，官方的呢，我不管怎么样推怎么样压啊，就是说它比较容易爆开了啊，比较容易爆开，就是它，你看有时候可以捏得很稳，捏得很稳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它这个的话，稳定度我觉得要比较高一点点。好，那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版本质感是比较好。那么在车尾的部分呢，官方由于它整个是一片的这个香槟银色，而这一次的话，把中间红色部分把它挖掉呢，就变成了一个车尾灯了。认真来说，如果说这个涂装的话，还有哪里可以加强？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排气管啊，非常可惜。如果你这个地方再给它涂个银色，那应该就没有什么毛病可以挑了啊。那么整体来说呢，是一款非常漂亮的肌肉车。上方的这个缝的话呢，因为官方的版本，我这款是永远怎么变都是这个样子而已啊。所以说整体来说，它已经算是做了相当大程度的一个进化了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红色角斗士它的变形过程啊。那我自己的习惯吧，我先把这个角这个地方给挑开。那么这一款玩具在变形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髋部的关节这个球关是比较容易去脱落的啊，遇到过数次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松开之后，我先把这块部件呢给往下，这里给往下搓下来，这个地方很紧，它这块部件非常的紧，先把它给搓下来。这里也是一样，把它给搓上去，好。这里戳进来啊，这边特别紧，然后呢，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就可以松开到后面去。我们先把这个脚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地方给转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有个双动关节拉下来，再来，另外一侧呢，也先把它变下来，好了，这里转过来，然后呢，这里有个双动关节把它推过来到这边，啊，它的这个髋部关节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松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愿意用一点这个快干啊什么去补强一下，它就容易解决了。这个部件，把它给推进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脚的话呢，这个脚后脚掌往上翻出去，然后整个的折过来，到这边，它的腿部的一个变形呢，就算是 OK 了。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啊，先把这块部件收进去，脚的话呢，这个球关这里把它翻出来，到这里扣回去，好，那么它下半身就 OK 了，上半身呢也不难啊，从这个地方掰开，这里的话稍微往这里压下去啊，这个凸比较长，这个黑人对印第安人的侵略性很强。插得非常的深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部件，这里侧边有一块，这里把它给打开。这个以变形，不对，以变形的流畅度来说，
确实，它还是跟官方的比起来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差，可能它多了一些漆面或者是一些消光的处理之后，感觉是比较紧一些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把这里打开，这里搓开就感觉是比较紧一点。好，搓开之后主要是要把这一片部件往上叠上来，然后手放出去之后呢，往侧边放下来，往侧边放下来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身体下半身跟上半身要转180度，这边，啊，头先出去好了，那个变得乱变一通，对，这个地方整个翻出来。好了，总而言之，这些妨碍物都打开到这里。那它的这个胸口这两片部件，这个这么松，我对我来看是好的，因为我正版的那一款的话呢，这个胸口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的，我反而觉得说，是比较不 OK。好吧，到这边已经差不多，我们把后面这个部件呢往上面叠上去。这里有一个红黑，对不对？刚刚是印第安人被欺负，现在是印第安人欺负黑人，我们把它给扣回去。那它的这个往前面推过来之后，两边的这个车轮灯会刚好卡到这个腰带的两侧，就感觉就是一个一体成型的一个腰带了啊，或者是说一个腰部的造型。那手就很简单了啊，这样转正之后，直接把它盖起来就可以，然后把这个手转到你看得到的地方，这里也是一样。好，盖起来。那它的一个这一款红色角斗士呢，它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完成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大家会觉得说，F1 版的还原度高还是 RID 版？其实我觉得 RID 版的腿比较好看，但是变形就没有这一款这么样的精妙。这个部分的话，这一块部件我记得是可以这样整个折上来，我记得是应该折这样子吧。那我看一下，我对比一下原版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原版对我原版是这样折起来而已。那一样的这个消光的感觉，这个对比啊一目了然看得出来。然后在涂装的部分呢，它的一个变化，在人形状态下呢，就是挤出了点缀，像这个地方多了一个红色的一个点缀，还有鞋子这个地方。它变成那个红鞋子的一个角色了啊。那么整体来说，它的红色呢，消光归消光啊，有没有感觉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金属的那种冷冷的一个感觉？哦，这个我不是很会形容。那头上这个角啊什么的，也是从原本的塑胶灰啊，就变成了一个金属色。那它的可动的话呢，算是相当的不错的啊。那个手的可动尤其的不错，因为它的。大部分的整个车尾啊，就是手臂，它手臂占身体的比例是很高的。然后它的一个武器啊，跟手炮啊之间的变化，就是直接打开之后呢，就推一下，是不是推反了，对吧？哎，我转哪一次啊？转，这个炮推出来有点紧啊，推炮有点紧啊，真的很紧啊！好了，终于用手把我的炮给打出来了啊，确实花了我不少的时间。不知道各位大概多久啊？我大概就是刚刚那么几秒钟而已。那么它的背后啊什么的，都各位都看一下，完全也没有什么刮痕，运送来的时候感觉保存的相当的不赖。那么作为一款呢不容易买到的 F1 版的玩具呢，这一个的一个出现，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福音了哦，真的，这个正版的 Clip Jumper 是不容易得到了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这款阿帕奇推出的红色角斗士。整体来说啊，相当的不赖，真的是对得起这个模具的一个优化版。那下期再见，拜拜。